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亲，大家午安，足欢喜看到新的下头面孔吼，咱可能以前毋捌看过，咱即马斗阵，大家坐伫遮，所以大家也无了解我的情形是安怎，我简单的介绍啦吼，恁去 Google 甲 Yahoo 吼，你有带笔电来，你即马就上网去看，吼。Google 甲 Yahoo，甲咱大家拢有即张嘛吼，那个闭幕吼，是张文艳啦，吼，你若甲拍 Google 甲 Yahoo 吼，拍入去，张文艳可能有当时也真济，你甲拍张文艳教授，你就会看到我，教授啦，嘿啦，尼。大家清楚嘛吼，若要了解我，就大家等于慢慢啊看，大家才互相探讨。今仔日这个时间是要甲大家讲，三工来足辛苦嘛。哦，安尼足好，大家鼓掌一下。袂辛苦嘛吼，安尼。就好，所以讲有恁来参加，咱一定成功的啦！感谢大家啦！要搁甲大家讲，咱即节啦，头拄啊，秘书长也讲，哪敢咧总复习共款啦？以前咱的演讲者。所解，我拢会用 PowerPoint，是放迄个叫做影片的方式，互大家搁较清楚。毋是讲我伫遮咧讲，着100%正确，但是我要甲你讲，我伫遮咧讲，的确是100%的正确，但是我要摕影片图案。予大家看，这就是讲，恁来遮受训三工，一定爱带寡物件转去啦，无你加交6000块的嘛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咱去补习班，若是要学寡物件转去啊，咱即马来遮，搁华丽的认识。转去道理会使去甲恁的厝边头尾啊，恁的邻居啊，跟他讲华语啦，这样好不好？拜托大家，我们再来参加高级班，我确定啊，拿买影片给大家看，吼、哦，尼咱即马照影片来啦，吼、哦，照遮咱收入的代志来啦，吼、哦。咱足尊敬的这个叫做，这个是罗兰官，这是叫做长老教会嘛，吼。伊讲安怎讲？迄个叫做马英九讲，中国大陆是我们的领土。迄是伊家己咧讲嘛，对毋对？迄伊家己讲啊，伊家己讲啊，因为伊出生伫呾香港嘛，香港即马是归顺一代中国嘛，哦，中国吼，毋是
大陆哦，咱甲大陆无袂使讲大陆，咱是讲中国哦。所以讲，所有的老师拢甲恁讲过啊。咱来遮受训了，中国是中国，无迄个大陆的啦。安尼知影无？安尼大家清楚嘛吼？啊，迄是中国。所以伊安尼讲，那是会使了解啊。咱学到法律了后，咱才讲哦，伊迄个讲因的代志啦。吼、哦，好，这个要予大家看，咱乃会做啊，去拜靖国神社。即马大家去思考看卖，咱是安怎去拜靖国神社？知影举手看卖咧。拢好好好好好，拢无教清楚啦。这都是因为咱初级班嘛。这两张图唔知知影无？来倒手边，大家来看恁的正手边这两张图。这两张图大家知影无？啊，唔知影举手好无？唔知影的。也有人不知道这两张图是什么，大家来这边上课哈，一定要写一个东西带回去。看到这个图了，我们就很清楚了。这两张就是我们去告美国啊最高法院判决，让过来复习一下。最高法院有啊，那个高等法院有五个判决的重点。第一个，台湾人怎么样？没有国籍。啊，大家清楚了哈，台湾人没有国籍。第二个，在台湾里面的政府是怎么样？是流亡政府，世界上不承认的啦。他不承认，世界上不承认他是一个政府了。第二个高等法院的判决，第三个台湾人民还受到什么政治的炼狱？什么叫做政治炼狱？大家思考看卖，什么叫做政治炼狱？因为他来跟我们讲的历史都是错误的，说啊，四月一号告诉我们是什么节？愚人节了。十二月二十五号是什么节？光复节了。啊，这个有没有？大家再去思考这个问题哦。我当时候我叫我的父亲叫欧多桑，叫我的妈妈叫卡江，卡啊，我叫卡江啊，我叫啊欧卡桑哈，我叫卡江。他叫我叫说呼米啊呼米哦，我是文嘛哈，啊我是呼米希克。啊，所以讲什么光复节了？啊，这个不是告诉我们，我当兵的时候说反攻大陆，反攻大陆，还每天都在唱反攻、反攻、反攻大陆去了。啊，现在啊，公安啊，两相好了。哦，真的是我们头脑啊，像是变秀逗去了。秀逗大家知影嘛？哦。这个还要设立一套制度来给大家来选举，设立这些政党啊，这些政党来参加选举的人啊，照他的规矩啊，达到一个投票数就有他妈
咱讲甘仔糖他食啦，甘仔糖大家唔知知影无？有糖吃啦。啊，大家也要选啊。我们报名去选，选了，如果是啊5000票达到一的水准了、啊、哈，啊，机票他领偌济？30块，大家唔知怎样无？怎样举手看卖咧？啊，有个人唔知吼，爱即爱讲好，多谢多谢吼，爱讲好大家知。你甲登迄个政党票，登一票，伊领偌济啊？每年吼、哦、编预算啦、啊，一年编50块啦，啊，拄啊四年拄啊200块啦。甲美国讲，美国讲，哦，台湾那干啥 ？Casino 啊 ，Republic of Casino， 安尼大家知影无 ？Casino 是啥？博缴的嘛，大家咱这个所在。那敢去博缴的，大家拢有机会啊来啊设这个局，予大家落去耍啦。莫怪民进党诶，大家咧拼啥？拼总统啦，候选人啦。伊若是出来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小英，几票？600多万票嘛吼，啊伊落地啊底得偌济钱去啊？1亿，因为30块嘛，6×3=8嘛，1亿8嘛，落地啊八，安尼什么人袂出来红算？这个就是，这拢是一套，予咱大家向下沉沦。咱阿西为着讲吼，要创啥，要创啥，伊都一套一套予恁大家讲马西。所以一寡遐个叫做啊，民进党遐个人，大家拢啊既得利益的人，拢啊要出来算，哪会相信这？较基层的人，咱甲讲，伊安怎甲咱讲呢？讲啊，恁哪会无爱甲民进党的来合作？我甲讲，阮这拢开放，国民党也好，共产党也好，啊，你民进党也好，按照法律来上课，你甲咱共款。甲咱遮个共款，因若要来，我来上课，以后就是拢咱个学弟啊啦，恁大家拢变学长啊啦。啊，这就是安尼嘛。有诶讲，即班火车你爬有去哩，爬无去哩。啊，你若爬无去，你坐后台嘛。啊，这就是安尼啊。有诶人，我较好运啦。我坐第一班的啦，第一期的啦。我迄阵啊咧想呢，秘书长叫我来上课啊。我讲哎、欸，啊，我是讲师，我是教授呢。哎、欸，啊来遮呐爱交钱呢，甲大家拢同款啊。我迄阵啊吼，哎，有当时啊感受袂出来。迄阵啊咧想法是安怎哩呾？哎、欸，啊，咱是江苏的，啊，我来遮，对啦，你有发总电话向我，我拢甲你关出去，我也无咧，啊，佫来遮，佫爱佫交钱，食饭还佫交钱呢，迄阵的事啦，所以要甲你大家讲，咱遮拢是公平的，以后那是咧看你会做啥。你若毕业了后，你第几期的？啊，你的表现，吼、哦，这咱拢做考核，咱一
定出来的公务人员，甲流氓政府绝对无共款。所以大家爱有信心。啊，这就是讲到这个叫做啊，咱人民要受到这个政治的凌辱。伊拢后壁甲咱讲啊，讲假的啊。好，啊，即马这张呢？这张是啊，这张是啥物？这张啊？这张就是甲咱讲，台湾的土地所有权，伫这个所在啦，住伫这个所在的人啦，迄就啥？日本天皇啦。啊，这就是伫2009年啊了后第一届咱伫啊美国啊。办这个世纪酒店办这个酒会时啊，送人这两张啦。伊安怎讲呢？讲这两张啊，你送予恁秘书长，伊就足清楚。秘书长摕着讲，哦，原早就是安尼哦。咱搁去回想，予大家搁去回想。李登辉总统做13年，伊安怎讲？讲要会审有无？美国安怎讲？啊是安那不行？大家去思考，大家去思考啊！和这个和大家去思考。阿比啊，做总统，伊讲要去参加联合国，要公投，有啊无啊？美国讲你是麻烦制造者。有安尼也无，啊，所以伊无读法律啦。咱遮个拢受训过啊，咱足清楚。所以后摆你做行政官员，你拢足了解，袂讲像阿扁啊讲麻烦制造者啦。是安那阿扁啊麻烦制造者，佮讲一个较迄落，阿扁啊，足认真啊，好，寄批去哦，联合国秘书长。啊，联合国秘书长佮推荐，连佮透开都无，佮退倒转个。要参加入一个啊，那个联合国啊，你爱事先成立，事先是一个国家，一个国家要具备几个要件。第一个领土，啊，领土是日本天皇的，啊，恁敢有？无嘛？听听秘书长一定听你讲，有个人讲唔是啦，啊，像是我们住在这边60几年了啦，这个台这个领土就是我们住在这边的人的，啊，你敢对？对唔对？大家清楚嘛吼？讲。咱来带国宾饭店，甲带3-4年，讲啊，也是带60年。讲国宾饭店是带伫遮个人个，安尼对唔对？一定唔对嘛。所以第一点，领土；第二点爱什么？人民嘛，对不？大家身份证摕起看卖嘞，你是什么人民？摕出来看卖。咱拢提出来看卖，你讲到顺出提出来看卖，来照一张，我袂骗吼。这张啊，要甲大家讲，咱搁去用做记号呢，你敢会知？拢知影吼，哦，就是上课老师甲恁讲啊吼，啊你这个所在啊，拢有变过，这个叫做啊。这个叫做妈妈上面遐，够特别的哦，做啥暗号？这咱国强做记号，你也唔知。这那是美国人甲咱讲的啊，无咱哪会知？所以有人民无？没有啦。你要啊，台湾共和国，你那
所以讲爱大家，甲大家拜托，一定爱叫咱的亲戚朋友啊，赶紧来办这张啦，来办这张啦。这就是写，伊安怎写？咱这张安怎写？啊，咱家台湾政府啊，身份证啦，大家哪拢有这张？去甲联合国讲，啊，日本天皇同意，啊，咱有这张，啊，就两项啊嘛吼。第三项爱啥？爱政府嘛。啊，政府，咱即马咱这里就是政府啊嘛。爱外第四个就爱外交权啦。咱我足打拼，咱走去倒去，走去印度去。咱顶年去一撮印度，甲啥？甲达赖喇嘛啊见面啦，啊要啥？去想要甲签啦。啊，达赖喇嘛遐遮唔敢签啦，伊安怎？伊去用买手机啊？我安怎来讲？咱要去以前两礼拜，迄、那个流亡政府就派人去啊。摕200万捐予因达赖喇嘛因迄个流亡政府啦。咱去的时，伊安尼讲，伊讲，恁爱用世界的侨社来参加因的活动。我讲，阮是台湾民政府内面。去甲伊讲沟通，伊讲啊，无阮来请示达赖。甲尾啊，有特种的原因，这保密啦，袂讲啦。特种的原因，甲尾啊，干阿无去签迄个尔。所有的要见到人，上头甲人讲，你要见达赖喇嘛。半年前都要安排啊！你即马来就讲，哎，你两三个月你要来讲，这里要哪有可能？达赖喇嘛来见到，我摕这张好看，这张达赖喇嘛蒙过。啊，这就是爱甲大家讲，这是确实的。咱要所见到的人拢见到，咱迄阵啊那是用台湾民政府。唔是有诶，咱有美国来，还有其他诶各地方来组团30几个过去。吼，啊，这就是讲，你一个国家一定爱啥物？第一就是爱有土地，爱有人民，爱有政府，爱有迄个外交权啦、啊，外交甲咱甲人签约。你往政府有外交权无？伊咱迄20几个小朋友，迄是啥？迄是毋是？因为阿边啊，迄阵啊，也是20几个。伊毋是用啥？伊毋是用台湾政府去甲人签外交呢？伊咧用啥物？流亡政府去甲人签外交呢？啊，你都拢无共款，你要去签加入联合国？美国讲你是麻烦制造者，安尼大家足清楚啊。安尼大家来遮。读书有价值啦，无啊？我家己鼓掌一下啦！所以一定爱转去，把这个声音传出去，大家拢来办这张。这张若办甲迄个足奇怪哦，咱迄个附镇啊，都。原早就足好啊！我要去领要办这张的时啊，我甲讲我要领阮阿公、阮爸爸下做户口填本，日本时代的。伊讲你要创啥？啊，咱有2个年轻的，我甲讲我要办台湾啊，迄、那个做啊啊身份证，台湾政府的身份证。啊！因都唔知啊！啊！我摕这张好看啊！
我提这张好看，我因看看，啊，伊就我甲你，因为我伫台南去请，阮阿公住伫，我出生伫台中啦，啊，伊调台中的资料，足好势啊，坐伫遐，头半点钟我都拢爱拢提着啊，那足简单啊，即嘛。因惊到啦，对啊，报纸刊到遐大，迄、那个附镇，迄、那个做啥？迄、那个早期的电脑都遐好用，安那会最近的改？这都是有阴谋伫咧啦。所以有诶人要去请，我都走两三桌拢请无。有诶讲啊，你伫台中，你来走去台中请啊。超工要甲你拉好速度较慢，所以爱予大家知影。关键我甲大家讲，爱一定爱来办一张，这叫以后的保身符啦。住伫遮，哦，啊我头啊我会放影片予大家看，吼、哦。好，啊来。咱过来，这就是因为遐是土油啊，咱的台湾的土油啊，迄土地所有权在里面的人，所以咱去靖国神社，因为以前为日本建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日本建设的，伊拢甲你服侍伫这个靖国神社啦，足甘心嘛，咱想起来足甘心嘛。做日本人就有价值了，做见识的，把你踩在那裡，所以我們想看看，啊，因為中國說，你們是，啊，中國人，啊，就跟我們說，你們是光復節，回歸祖國啦，欸，啊，我們一個抗議啊，机关枪挂咧，甲你扫啦！安怎？你是战败国的啊子民，你一定要服从。你不服从，机关枪就跟你扫射。啊，咱家的人都唔知啊，唔知228事件死遐济人，是安怎？自己。提升自己哦，我们是回归祖国啊，我们是战败啊战胜国的同胞。那当然，你们的规定不符合民意，我们来请意，哦，请意来反抗，把你扫。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国家发声音呐、啊？有该谴责啊？无，无嘛，因为。你是战败国的子民，战胜国的啊命令就是要遵守，所以我四个人就玩弄的呢。啊，这就是让大家知影吼，啊，这，好，啊，过来，咱过来看吼，这就头拄啊讲，这个时阵吼。咱到尾也搁去啦，搁去啊！这个第二届搁去，吼、哦，就这张啦，吼、哦，这张，吼、哦，这个照片，伊讲美方请交给咱的秘书长，吼、哦，安尼这个足清楚啊嘛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五个判决，吼、哦，啊来，这烂事。唯一的咱这个单位是啊，原告嘛，啊，咱是啊原告啦，所以有的人，伊我要做一个民政府呢，足济单位，所以讲秘书长讲，咱有个产生有七个不好囝吼、哦，出去啊，过来做民政府啊，所以爱甲大家讲，迄拢是要甲咱。速度叫较慢嘞，有个人讲，因遐咧发身份证啊，
因迄唔是晶片身份证，哦，我咱用影片再来，好、哦、啊，这啦，这个这个那是啊，无，好、哦、伊发动吼，讲叫大家都爱写批啦，好、哦、叫安尼吼，啊，彭明敏教授啦，啊吼，啊甲伊啦，甲咱秘书长啦，早日啊秘书长讲，嗯啊，这拢大家拢熟悉呢。啊！就叫因应该来，我来叫因来受训都好啊呐。啊，这大家拢有看到嘛吼？这拢有看过嘛吼？安尼好，咱即马这个时阵啊，咱要来放一个影片，要互大家看者，就是咱啊。三立甲咱访问了后，放一摆尔，啊，一摆都唔敢放，啊，来这个影片，我大家看一下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、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，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出几班和高级班，那我们。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，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，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采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红告赢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嗯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好，安尼大家有清楚无？感谢三立，但是。我要甲三立讲，它是不实的报道，是安怎不实？讲咱这张新闻证啊，是台湾制造啦。咱这张不是台湾制造，100%是美国制造晶片的身份证，晶片的身份证。安尼大家了解啊吼？咱起码。要阁予咱的成员去美国访问的时，有用过这张身份证的影片来予大家看者，啊，咱请。议长、秘书长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。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，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，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。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，
亚父亚父过来过来，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要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七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行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腰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出灰熊肝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。难怪我们高沙组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，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，多谢各位。啊，好，我们要跟大家讲哈，这些成员都到美国去啊，都啊用这一张，因为他们回来的那个时段刚好上迄组那里那个时段是56期啦，啊，我的这个像这个节目找他们来站在这边跟。同心讲，迄就是现身说法，卖讲我胡白讲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要，啊，恁即马几期啊？79期啊，啊，即马56期啊，所以爱予大家清楚了解吼、哦。你看，这是不是56期的现象？啊，这啊，伊本身是虾米人？伊本身啊是。牧师呢？牧师会使胡白讲下未？未使你啦。所以，伊家己用过，啊，甲大家讲，好，啊，大家换清楚，啊，了解，好，啊，咱即马阁要放一个影片，吼，大家知影讲，咱吼，即拢国防部吼咧撤退啊，咧撤退啊，吼，来。宪兵司令部即将要并入陆军当中，但是在这当中呢，引起为傲的就是宪兵机车连也会被裁撤，但是引起了后备军兵的不满，今天聚集在立法院要求国防部停止整个的裁撤动作。宪兵机车连往往是国庆阅兵最引人注目的队伍，不过在宪兵司令部裁并到陆军后，机车连裁撤，再也见不到宪兵机车队伍的英姿，这可引发国内后备宪兵不满。军中以前是宪兵，三军的模范兵，社会的良民。啊，恁吼嫌阮伤歹啦，嫌阮伤歹，要甲阮删掉。后壁面吼有真济好戏通看。我台南县绝对发动50台移民车来咱国安部抗争，抗争到底。我不晓得是不是国防部长大概嫌马英九先生的票太多了，啊，把这两个部队消灭掉，那这些票从此以后不要投给马英九。就连宪兵出身的前立委刘文雄都质疑宪兵裁撤将危及元首安全，这可让国防部官员脸色铁青，因为国防部瘦身裁撤宪兵在内的三个司令部早已经箭在弦上。纳入地面部队整合后，仍可维持指挥与任务的功能整体性，固有的传统仍可维持，后线组织亦可延续不坠。官员再三保证宪兵裁撤不影响勤务，但是包括总统府卫戍以及元首身边安全都得靠宪兵，贸然裁撤引发的连锁效应，国防部得谨慎面对。东森新闻陈瑞中嘉豪台。这样大家清楚吗？啊，敢有影去过50台游览车去那里？啊，这就是美国的政策啊，美国跟他讲啊，啊，不可因为美国，伊讲恐怖分子有三个条件，美国认定的恐怖分子三个条件，第一个不是国家，刚好
流亡政府美国啊高等法院说不是国家。美国的国务卿啊国务院一直都在发布台湾不是主权的国家，独立的国家，所以它是不是国家。第二个，恐怖分子有武器，有武器，所以武器都要怎么样？都要涂掉，都要涂掉。所以有无？咱迄个记得见。面顶挂什么？美国国旗呢？啊，下骹只车轮牌呢？迄是咧挂算的尔啦。你都不是国家，都要除掉啊，让大家清楚。第三个，啊，恐怖分子在当地征兵，咱必须定敢讲。你哪个搞阮征兵啊？阮要甲你。我跟你告恁啊，奥巴马，所以跟你讲不能征兵了啦。起码爱做兵阿面，这大家都唔知道。我今日就甲大家讲，回去都爱去讲讲，因为真济人讲安怎来讲啊，这是赖清德的功劳啦，去争取的啦。好，安尼讲啦，我听到的啦。因为真济，迄个叫做啊，希拉雅，迄个所在要拆，中心林场希拉雅要拆，迄阵啊有来甲人讲，啊，必须听到，去甲台南地方法院抗议，啊，甲写陈真庆函给伊，告予。在台协会，遐希拉雅遐迄个所在要听所在，拢国旗啊，啊，这支旗啊，甲插起哩，甲这支旗啊，甲插起哩。要听三公前啊，讲地方法院来讲反差啦，啊，迄个叫做啥？中心大学的校长吼。哎、欸，啊，都任期还未到，讲要换人啊啦！任期还未到换人，我感觉足奇怪啊！啊，讲迄个校长较尾来抄一台艺术大学去啊！啊，这是啥？迄真济代志吼，咱拢唔知啊啦！啊，那一个讲一个，啊，这都熟悉啦。希拉雅迄、那个，啊，希拉雅迄、那个。有当时我爬山去遐呢，去甲看一讲，哎，啊，旗啊都还伫遐，安那甲问，迄个公车呢？啊，赖清德替我们争取的啦。我讲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赖清德去。这要甲大家讲，这拢是事实的代志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，要拜托。咱这的啊，上课咱这的同心做两件代志就好。搁叫恁遐的亲戚朋友那些啊年轻的同学啊，找你的同班啊，你的好友来上课啊，你的亲戚朋友啊，亲戚朋友啊，五十六十拢快紧拢叫伊来办身份证，今日。大家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，再会。各位同心现在下课，然后请把椅子靠上，然后谢谢各位同心的参与，谢谢。